嗱都啦，或者二三啊，今次咧专登将呢一个抽卡嘅下载中咧调咗唔显示啦，咁应该抽到新卡就唔会再有 loading 噶啦。今期公主连结嘅新年词啦，有新年嘅优衣同新年入和啦，咁我自己比较想要新年入和嘅，咁当然选择上咧就拣新年优衣啦，呢一个一个策略嚟嘅，等佢哋咧就以为需要新年优衣，就俾咗新年入和我哋。好啦，咁我开始我哋嘅第一个十年啦。睇下几多先啊！我哋有47000几石嘅，所以应该可以。如果要保底嘅话，都冇问题嘅。咁当然我哋唔希望保底啦，希望可以最理想嘅情况咧，就系、是、抽到日和啦，然后集碎片就可以将优衣都整埋出嚟啦，或者两个都抽晒都得噶，我都 OK 嘅。反正我哋都飞咗咁多次啦。诶、欸，哇！竟然有两等喎、哦，冇抽过两等啊！认真啊，之前嘅几期咧都系有三等啦、啊，一等都抽过，两等真系未见过。OK， 原来两等系银色嘅。好啦，第二个啦。诶，有彩有彩，咁快就抽中咗。一直都咁飞，系时候要勾翻啲啦。你啦，新年一，OK， 系少恋麻麻。好啦，系重复嘅。唉，呢、這个都系冇啦，唔紧要。而家先廿抽啫，仲有希望嘅，慢慢嚟。好啦，呢、這个第三个十年啦，冇彩光啦。O.K. 系完全系飞到冇人有嘅呢一抽系，咁我又期待下佢嗰个等级啦。诶、欸，嚟啦 ！O.K. 三等，三等都 O.K. 嘅，有五张碎片。碎片嘅数量系28啦，差唔多系一抽就等于一张碎片咁啦。都算唔错，认真啊！咁样落去嘅话，新年优衣有机会可以拼到出嚟噶。因为今日咧，我哋点都要将日和带翻屋企噶啦，抽唔到都要保底补佢出嚟。诶、欸，三等，为咗配合呢个新年日和咧，我特登将日和都升埋上去啊，咁就可以组一队更加强大嘅物理队啦。当然啦，之后六星零都会有呢一个六星嘅开发啦，都要准备一下，自己睇下点样可以砌一队强大嘅队出嚟，令到佢攻击同暴击都非常之劲啊！哇，全部都系五等六等，好飞！好似好耐冇见过三星咯、哦，系咪啊？除咗啱啱抽咗一个少恋之外，系完全冇、哦，冇咗嗰个抽卡加倍咧，突然之间觉得出三星都好难添。应该俾翻张嚟啦，系时候噶啦，我之前都300抽、哦，诶、欸，一讲就到，有彩啦，今次中唔中？搞掂，轻松带回家。嚟嚟嚟，好似系下一张啦。等我今次带翻，又系你啊！呢、這个中意真系，唉，中意啊！我哋嘅第一个嘅三星就系中意啦。好啦，冇办法，再抽。哦、oh, ，意外地多金卡啊，都好嘅，多啲女神石。佢两星系同一星差好远噶嘛，系十个嗰个女神石。诶、欸，嚟啦，一等，啊、三等，一等嘅话咧，只要嚟个三四张就搞掂噶啦。好啦，两个都系三等，
但都有10张碎片啦。而家有46张碎片，稍微就开始放慢咗啦，因为啊系、哦，因为开始系抽到个两等啊嘛，啊我等我仲以为储碎片好简单添，点知都系唔得，冇咗个两等，其实好少碎片啫嘛，激死我啦！但我哋又未满等咧，用唔到嗰个大师嗰个硬币啊，好可惜添。如果唔系就可以买啊嘛，而家冇得买，只可以靠抽出嚟咯。而家先120几等，你要升到满等都唔系咁容易啦。起码呢个期间限定之内都做唔到啦。唉，快啲俾张三星我见下啦，好耐冇见过三星啦。突然之间觉得有加倍真好，虽然加倍抽出嚟好多都系重复咧，但你见到嗰下彩光咧，个感觉系会唔同啲嘅。哇，6665666665，唉，真系惨。好啦，终于到100抽啦，已经系保底嘅1/3，我已经见到个结局啦，好冇？唉，好伤心啊！点解会咁样嘅？我哋始终都冇逃离呢个非洲人嘅命运。冇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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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嚟啦，弹两个1等出嚟啦，1等、3等，唉，3等2等差好远咯，3等得5张，2等啱啱系咪有20张啊？冇记错，真系差好远，1等有40张嘛。好啦，呢一抽又系冇嘅。嚟啦！哎，1等，又系3等啦！好啦，好，第120抽。嗯，冇乜特别。好，又嚟睇一睇又抽唔抽到啦。哇哇哇 ！OK， 冇嘢讲，1个4等都冇。好，130。点算啊？咁耐唔得掂喎，你俾张三星嚟先啦，1张都冇嘅，你都要抽到三星。抽到彩色先可以再搏下系咪新年优衣融入货噶嘛？1张都唔出嚟，咁点算呢？嚟啦，快啲啦！1等2等1等2等，哎，1等3等，又系3等。好啦好啦，3等都好啦。好再嚟啊！140，不经不觉得就嚟多一半啦。点解会咁样？时间过得真系快，抽抽下又就嚟要保底，哇！冇搞错啊，标准结局又太惨了吧？对我好少少啦，有冇搞错啊？俾个1等嚟啦，好耐冇见过1等啦，冇啊冇啊冇啊！依家抽个碎片都唔容易啊，150啦，已经系保底嘅1半啊！唉，点解会咁样嘅？我哋悲惨嘅命运都系冇改变到，越抽越悲啊！真系，嚟啦，嚟个1等，哎，嚟啦，又系3等 ，OK， 唉，继续啦，唯有。1半啦，已经。碎片系未够80张，果然系冇咗2等咧，真系差好远。如果唔好彩都系抽到啲3等4等嘅话咧，都唔知点算。一直都系
一直都储唔到碎片。好，快啲嚟个一等、两等、一等。哎，嚟啦，一等。哇，两等两等，唔错唔错，唔错唔错，即刻多廿张。跟住碎片凑出嚟都有望啊，咁我哋只要再抽一只，一百张啊，一百张碎片啊，好似系145张啊，好似就会召唤出嚟。而家差40几张，我谂如果我哋以呢一个步伐嘅话咧，一直抽落去40几张碎片都唔难嘅。即系抽8个3等，或者你抽2个2等。哎，你得3等，嗱咁啊又少咗个3等啦，已经离嗰个抽齐佢嗰个啊越嚟越近啦，唔难嘅应该啊。好，180抽，哎。点解有捞定嘅？我唔系教咗唔捞嘅咩？点解佢仲会捞嘅？咁即系点啊？不过咁即系出货啦，系咪啊？因为我哋个洞都唔多啦，认真啊。咁都可以悭翻啲石啦，认真。哼哼哼，今次做唔到我哋嘅场合，就算我要插旗，我都要咁讲噶啦。我哋劲快就抽到啦，180都唔算话好多啫，系嘛？系咪啊？好啦，准备深呼吸。你啦，我太好啦！我哋今次终于脱离咗一个非洲人嘅名号啦，当回欧洲人。我觉得唔使保底都算系欧洲人噶啦，系咪先？太好啦，好感动啊！我依家抽到啦，终于都，终于第一次唔使保底啦，第一次嘅4-4花，第二次嘅万圣镜华，第三次嘅圣诞千歌，连续3次保底之后。跟住伊利亚因为是官方送啦，所以都情有可原，有加倍。跟住到我哋嘅新年池，终于抽到我哋嘅新年日，果然有用啦，系咪呀？你睇下碎片呢度，我哋拣咗优衣碎片100几张，佢就出另外一只俾你。上一次都系咁嘅，上一次系圣诞，我哋圣诞千歌嗰次拣千歌碎片，然后出咗红取俾我哋，肯定系咁样。嗱，呢个肯定系官方嘅阴谋嚟嘅。好啦，嚟将呢个换咗我哋嘅日和上去先。新年日和，哇，非常好睇啊！果然呢个就系欧洲人，欧洲人做回欧洲人的感觉都唔错。希望呢个单程票就唔可以再翻非洲啦。好啦，今次呢个先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